周围见到你在干。嗯，对对对，你在，你咋在这个馆子在这儿啊？走走那么偏，有家菌汤锅好吃很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朋友给我介绍的。哦，你朋友给你介绍就介绍这个看看，貌似我今天的这一身好像有点不是很搭哦。这家啊，这家野生菌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这个地方也找得到哦。我们的粉丝小妹妹依然哈，网名叫依然，对对对，本名叫什么？天琪，天琪，天琪，嗯，天琪。真的够奇怪的，这个地方都能找得到。哇，天哪，就这么一个小小铺子哈。吃什么？吃汤锅呀。对，还菌汤锅。哦，吃汤锅。哇，天哪，这已经吃差不多了，还可以下面条吃蔬菜。这面条好吃。真的吗？这锅里煮的是啥？有排骨，有圆子。哦，就是这里面吃菌子，煮圆子，再煮面条，煮菜的意思是吧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然后那个其他的那些毛毛小菜。就是随便好吃点一点，都挺好吃的，都挺好吃的。对对对，哇天，那么自信的表情，我觉得那应该是好吃吧。总共四个桌子，不是很多。哎，价格贵不贵的？不贵吧，一般。不贵吧？看来不是你买单的。那里有帅哥买单。帅哥买单，价格贵吗？不贵不贵不贵。不贵一个。便宜。我吃个满头大汗的，看来这个地方是很合适的，合适的，你们吃的不一样哈。我们是内伙，你们是内伙子。我们倒不是来，经常来的是吗？那所以你们就可以不用点汤锅，两块钱的圆子你们也不用。我们想吃啥，喊老板弄就完。真的？啊，今天买个鸡块，那鱼子都喊来。这个挺好的，和老板处成亲戚，你到这来想吃啥吃啥。还提前订哦，要不然难的。要订呢？对啊，提前订嘛。直接打电话要排个免等嘛。老板好，老板好，我没有预定，什么时候能吃得到？四分钟，四分钟，十分钟。兰姐真给面啊！这样吧，你给我推荐一下，应该吃啥？顺的几种菌，排骨50块钱一斤，圆子是2000一个。两块钱一个，这是什么样的圆子？能不能给我看一下？可以可以，我去瞅一眼哈。走吧，我们去厨房瞅一下。这个是猪肉圆子。哇，刀宰出来的圆子，口感相当很好。这样卖的话，2块钱一个，我哪知道我能够吃多少个呀？一般一个人就是5个圆子，一人五个，4至5个，10个也可以，5个也可以，就按了这个标配配的，我是。哦，就是你们这家店开了多少年了？36年了。可以可以，老店了，你的岁数还大哈。10年前是做中餐，这20年后才做这个菌汤。哦，看来这个汤锅还是大家比较喜欢，是吧？比较清淡嘛。我们6个人给我们配点圆子，然后再配点你刚才说的那个菌子。你说的是鸡枞菌呢？哎，是鸡枞菌，我们都知道哈，只有在这个季节才有的。对对，过了这个季节没有了。6月份5月中旬到11月底，就有。新鲜的，12月份过后就卖冻的了。啊，就卖冻的。就把西来冻点儿的。都是鸡枞菌的。纯鸡枞，纯鸡枞。来，给我们来一锅。好好好，来准备着。走走走走走，小菜我们要蒸起。冷水。冷水。好，泡菜就一边儿。哇哇，好大一锅。我来啊。这园子6个人。菌子给我数了2斤，买过3斤。啊，这一锅整个加下来得多少钱？给你8。啊，不用说你们。我们打了一个折，总共6个人下来640块钱。今天穿的这一身真是有备而来，我就打算穿着这样的礼服到这里来吃苍蝇馆子。看着这一大锅，是不是就很想吃？是不是有食欲？对。哎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也有食欲。来来来，先吃圆子，或者来吃鸡枞，看。满满的肉，满满的肉，你这排骨我吃鸡枞，都吃的人就晓得哈，整点啥子是最棒的。这个季节吃鸡枞真的是鲜哦，赶紧尝尝。好呀，我吃。哇，这样子，这个圆子不是有些地方的什么酱油圆子，产的比较大，它这个圆子就实打实的肉，里面也没加什么滋味啊，其他那些东西，就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豆圆子炸出来的，哎，多好吃，很松软。哇，这一口吃下去很实在，实在的很，好好吃。哎，好烫，太烫了，还想要吃。
这是家常味，都是家常味。哇，人家这个蘸水很简单的，你看嘛，豆瓣加葱蒜儿，嘎，这就很简单，一眼就看清楚了的。说这个味道好原生态哦，嘎，有点咸，很咸，很的，很酸，嘎，很原生态，干嘛？我说了半天了，我们摄像老师，小蕾蕾，快过来吃了，该你了。我已经告过了，味道很好。来，兄弟姐妹们，快点！工作组的小伙伴们，来过来了。哎呀，你看，一下就做起了个，我耍安逸了，简直是！来来来来来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来吃点圆子。这一大锅真的好实诚啊！它这个排骨非常的细腻。味道咋样啊？嗯，蘸上这个酱很好吃。最后呢，再拿一点蔬菜，崴个疙瘩，相当于把汤里面的油都把它裹到这个菜上，然后最后再一网打尽，这吃起来就不浪费，而且是满足。哎，兰姐姐，今天吃完了，你觉得这家三江园怎么样啊？哦，超好吃！没有想到哈，在这个咔咔里面竟然发现这么大一个馆子，味道这么好。下次啊，我有个小要求哈，一定要提前给我打个招呼，说一下我们到底吃哪一个类型、哪一个级别的苍蝇馆子，我好有备而来。怎么了呢？我会穿，把我珍贵的珍珠项链、珍珠耳环带起来，来吃苍蝇馆子。我们就想要找反差。再次谢谢，你看，好的好的，我们七八方的达人哈，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个小店啊！下次继续努力哦，给我寻找更加好吃的店，好吧？好，没问题。好了，走。好